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刚才有人私信问我，你家是不是在郑州卖过朝鲜族小菜？我说对呀。然后他说，你们是不是在盛港住过？这个我就忘了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小，20多年前了。然后你家还雇个服务员给你们帮忙，我们当时应该住一个院，我家是卖鞋的，有印象吗？我没有印象了，但是我现在可以去问我妈。你们乐啥呢？这么开心呢？啊？看见咱爸妈这么高兴啊？说你坏话呗。刚才有那个网友问我妈，咱家在河南郑州卖咸菜的时候，有邻居说是他家卖鞋的，但是我没有印象了，你记不记得？有一家卖鞋的，是吗？他好像认识咱们，看咱们视频了。是吗？啊，我看他卖鞋那家是4口人，还有他哥和他妹妹，啊，还有他妈他爸，是吗？4口人啊，卖鞋，咱们说咱们住在一个院儿，是是一个吗？院，他妈个不高，他爸也个也不高，有你高呗？跟我差不多吧，比啊。我矮吧，可能是他妈，刚才来私信了，然后我没有印象啊，但是我知道咱家旁边有个卖胡辣汤的，然后还有那个房东，我印象特别那深胡辣刻。汤那不是我们一个院的，我以前跟他们出摊儿嘛，吃过那胡辣汤。但是那不是我们一个院的，那个一个院的是卖鞋的，还有一家是干啥的，还卖鞋的是，可清还楚有了那做个，烧鸡的那个。烧鸡的，水煮鸡、水煎鸡啊，那是吧？水碱鸡。水煎鸭、水煎鸡。这个真的，他们卖鞋那家是就是他妹妹、他妹妹、哥哥，还有他妈、他爸卖鞋了的，那多少年前了？20多年前。20多年了都，还都30年吧，可能是20多年。你可能是6、7岁时候，我上幼儿园。对。哎呀，这都被他们发现了。我们在纬五路市场卖了的，那么你给他赶紧给他回我呀。回了，我说对呀，但是卖鞋我没有印象啊。我记得那个房东还有那个胡辣汤。你忘了能不能给房东联系？房东，我他房早就东不在那住了，20多年过去我了。也是能联系。我还记得那时候郑州的出租车是黄色的面包车呢，是不是？你还记性挺好的呢，我还什么色的我都不知道呢。黄色的面包车吗？全是。你那个看，还有纬五路，还有红旗路，咱家卖咸菜的时候在哪块我卖？们是纬五路市场。纬五路市场，天天下午去出摊是不？出到晚上。我记得那时候我钻在那个咸菜箱里边了，然后那车我沉呢，差点给我摔了。完了，正好那个房东不谁出来了，然后给我接住了，那箱子没碎呀，是不是？是那有这个，印象没，阿伯姐？有这回事吧？我知道啥，我能插那玻璃箱，咸菜那玻璃箱子，嗯，插的特别干净。我在河南郑州时候没擦，在那个朝阳时候擦了。你都别人来买咸菜都不知道那是一层那层玻璃的，你他们撞都脑买袋过朝阳时候，他们都不知道那个是玻璃，他了。一伸脑袋就是玻璃了。你玻璃擦多干净啊！是，哼，你要没上我家买咸菜，你要上我家买咸菜，别看你眼睛大，我家玻璃箱都得让你撞碎好几个。你看看，上次我带你俩去吃冷面的时候，有好多网友都误会呀，说的我不给你们点菜，又说我招呼菜贵。哪有菜呀？那没有菜，那他家就有一个牛肉。没有菜，不像咱们中国说的上饭店呢，有好多炒菜啥的。韩国就这一样，他家就是一个做冷面牛条就肉，冷面，对，完了就有一个肉。然后没有别的菜可点呢，然后还说亨利不高兴了，那他妹不高兴啊。是啊，然后好多人还说亨利不高兴了，但误会了呗，是他妹是，子不是不高兴，是。给我家亨利造的心里又不得劲儿了。
是我们都好着呢。是啊。我说我媳妇儿，我还怪心疼的呢，还。你看评论了？我看点了，我都没看，但是看点了，那我嗯，还挺心疼我的媳妇儿呢。是，给我妈心里也整不得劲儿了，是吧？人家婆媳关系嘎嘎好，是吧？好着呢，还老评论他怎么地的，我还心里怪不得劲的。哼 也难受了，看评论呢。看我爸就搁那不吱声，呵呵一乐，看，那么高兴啊！你儿媳妇来了，能不能表示表示？表示给他们做菜就行呗。我发给个。你做菜呢，还等到8点，你爸5点半下班，5点半就到家了，等到8点多，你们回来才吃饭呢。是，要不我爸吃饭是最着急的。你看，一到家就吃饭。菜刚上来，饭没上呢，自己肯定把酒倒上，先喝点儿。但是不能等到8点多，你特意嗯。等着呢，等你们回来吃，一起吃。哎呦我去，我家。我得说我自己秘密啊！我开车回来时候，我上商店买了一罐啤酒，完了你给我那火腿肠，你又晚上吃回来我了？坐车里上开你到看家，你，哎上呀！家喝一杯，完了吃那火腿肠我就上来，没饿着，饿着都不吃了。我爸都垫吧一口了，小酌一杯呀，是吧？来一罐啤。哎呀，我家大胖啊，摊住这公公婆婆，幸福不？我都不说哈，我是哈那个什么，干哈？你爸特别那个哈，就想哄你，想儿媳妇。那是。一个星期就周日，一到周日不来的话，可想了。怎么不是，来呢？他们怎么不来呢？姨妈说，姨妈问我怎么知道？我说的，我真喜欢那个什么哈，太喜欢这儿媳妇我了，儿媳妇比儿子还喜欢。我再给你找一个呀。你爸都一天都没有笑脸，你们回来才能笑，有笑脸呢。是，看我们一家四口人多幸福，有说有笑的。不像有的网友评论，你俩笑啥呀？你不是，我说评论的，看评论的，怪来笑的，你还。还怪来笑的，行了，别乐了，严肃点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